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制作的是一款多层立体的宠物手绘画，在已经绘画完成进行撕膜环节。分层绘画就会使整体效果更加立体。录完开始发现真的好反光，但是一点也没有耽误整体效果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很细节。拿到室外来拍的效果，谁能拒绝这样一只布灵布灵的小狗呢？